啊，经典，咪只叫看神经，佛法咪只叫看神经，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经，念佛遮罗灵山地，莲花印证可三心，落在中原三心地，在井四川王可心，天地修还挂性空，安海时自点心经，分为尽开无基础，天下新贵不安宁，心在人天中华庙，修炼性道非常心，莲花落庙随玉山，修完显化在高东，南北两极莲中树，本源果切在中央，罗庙降下通天桥，无应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向归家去，思念东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求，得到金莲去超生，设得西来别用主，用二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向成佛群礼拜，向持聪明智慧心，又听下人胡说话，若酸意骂念无心，若庙降下真天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我天车道得下世，我方烈仙下天宫，各方神皇来对贺，各处灵堂插得清，三观大地诸比主，下罪天则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结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领三十六万丈，五百灵官紧随金，
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乡里得安宁，八方尽母为将帅，清练方法显神通，拆起造旗惹日月，桥顶新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岁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乡人乡里路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玲珑来助道，国家祥云去天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传教三阳弥勒尊，无方铁灵驾下生，修复南岩归正宗，往来坐下真言咒，观下东来大藏经，应以插入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弘扬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来顺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灵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